这是戴夫植物界王，这是江伯僵尸界的王、啊、他们俩都是王的话，那这是什么？哇，那个逗，戴夫江伯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来玩杂交版迷你小游戏《江王博士的复仇》。等了半天，发现传送带上只给了辣椒机枪随机盒，还有一个玉米三线射手。来，先给他们都炸了。OK， 我们来抽一下随机盒子。随机它不会出现江，哎，不会。然后的话，把植物先种上。江博要攻击了，预备一下。再给你一个辣椒，玉米炮。哎，那我这里要是来一个豌豆王的话，哎，礼盒机，嗯，还行吧。礼盒机，给礼盒看一下。五，禁忌毁灭菇，给几个植物。哇，哦，火焰花女王。嗯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是向日葵女王。跑错频道了。来吧来吧来吧，我的。再来，给我出。我又来了。操，我就不信了。给我出。好好好，靠这一节。苹果闹钟。苹果闹钟可以定江王博。好像不太行哎，哎不对，可以定住，还可以定江伯，牛博一啊！定山同时疯狂攻击，嘿嘿嘿，戴夫毫无还手之力。哎，别呀、啊，我擦！哦，向日葵女王也给我砸了，砸得我心疼，可恶！我真的生气了，给我出，给我出，给我出出出出出出出！哇，机枪可以啊！妈耶，笼子很好，可以套自己吧。哦，礼盒机，哈哈，来一个来一个，向日葵女王 nice nice， 最后一把轻松拿下戴夫江王。